昨天不是花10块钱搞了个临时房吗？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啊，兄弟们，以后再也不住了。你知道我昨天晚上怎么过的吗？差点被蚊子给吃了，太难了，太难了。现在是早上的7点钟啊，准备退房了，出门找一下看看有没有日结什么的。差不多在这里等了2个小时吧，没有黑中介来招人啊。这个娘娘剪头发8块钱一个，兄弟们。我7点钟来的，等了几个小时了也没活。看我后面，扛不住了，兄弟。然后现在是到9点钟了吧？咱们去吃点早餐吧，还没吃东西呢，我说。这里有一家木桶饭啊，搞了个小炒猪肝，看起来还不错啊，尝尝味道怎么样，兄弟们？干完了，干完了，光盘行动了。搞了一瓶小鹏，搞了一包小狼啊，还带个打火机，一共15块钱。吃饱喝足了，咱们又得假装找工作去了啊！不对，找工作啊，要假装找工作。三月八提前了。那你进来到哪里了？我们实体的部门，你进来在哪里了？我是搞那个塑胶的。那你搞塑胶跟我们这边比，人家 VPN 了，我们 VPE 的，你整天是整个咋，一打子就打扮了，唯一打了。那你是搞什么？那你搞 VPN， 你这 VPN 了，那部门的那个不一样，我们 VPE 的，我们是 VPE 的，你打怎么建呢？我们不用插件，我们也不用插件。我们搞组装吗？对，搞组装这边的。你们被那边的塑胶的那个我们那个地方还要低，我跟你想多了，我们想多了。你以为咱是你家开的？你们那个只有长白班，没有夜班的。我要长白班，我都不用再找工了，早就去买了。你有夜班的话，那就我怎么没夜班喽？找了一会工作啊，然后又跑来公园挂壁了。后街法治主题公园，是吧？进去找个地方坐上一坐。兄弟们看到没有，太热了，中央有几个人啊，跑去找吧。躺一躺啊。你看手上两个虫子，就这种虫子咬人太被痒，不知道叫什么。我靠，这公园不能待，好多蚊子啊。还有那个小虫子，刚在公园深思熟虑了一下，咱们来东莞是吧？也2-3天了，工作找不到，每天花费100来块钱，还是最少的啊，衣食住行啊，是不是？然后我想回广州了，是吧？你们广州出来有房子的呀？他喵的，咱们快出来半个月了，是吧？咱们现在回广州吧，啊，然后走路去地铁站，大概1.5公里吧。到这个鸟下地铁口，准备进站了。
七块钱啊。到东关火车站了，兄弟们。哦，看到没有，这里好多芒果，不知道能不能吃。不说了不说了，进站进站。人蛮多的哟。我的座位是靠窗的啊，可以看看风景什么的。兄弟们到广州花了，还要去坐公交车，起码要坐一个小时才到。咱们先去坐公交车吧。坐这个705啊，坐到庆丰，这个票价6块钱啊。有一说一啊，这个公交车蛮高级的。不容易啊，终于到红星了，然后现在是晚上的7:40了。啊，终于到家了，不容易啊兄弟们。然后刚刚打包了一个猪脚饭15块。啊，开饭了吗？应该吧，他那个可能山道上有人前尘盼荡，可能可能在当时身边有双温柔依稀，可能西安城墙上有人誓言不分，可能要去到大理。